欢迎收看姜style频道，我是姜姜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沼泽区域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搜寻到生存者及其他的物资。那首先呢，我跟我的队友一共四个人，我们一共有重型武器，足够来清理这些僵尸了。好了，我们来找一下。我先开启这个僵尸的模式好了。这个僵尸设定可以跑步，然后我再找个生存者。来喽，开始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沼泽区域这边呢、这边有个废弃的游乐场，可以坐吗？好 ，OK， 它应该只能看吧。你看它铁轨，铁轨怪怪的，可能太久没有启动它了，所以它生锈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先爬上去看一下。诶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我开到另外一个模式了。OK， 我看一下这个摩天轮。哇，这摩天轮好大啊，可惜不能用啊。诶，我的队友卡住了。诶，这边有个小房子，诶，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这房子进不去啊。兄弟，走吧，我们去搜寻生存者。诶，哪里，天哪，僵尸来了，兄弟。我先躲一下，这里交给你。我要先逃。哇塞，我怎么突然飞起来，飞那么高啊，太瞎了。谁那边叫来叫去的啦，我来帮你解脱。哦，这个叫声也太凄惨了吧。先关掉我子弹的模式好了，忘记把它关掉了。诶，那弹跳模式在哪边设的 ？OK， 不管它了，走开啊你！诶，不要站起来，不要站起来！天哪，我的兄弟，终于发射子弹了哦！保护我啊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居然卡在铁轨中间，看来是最安全的。我来躲一下，这样僵尸就不会进来了。诶，这个僵尸被我烧死，诶，捡一下资源。我说僵尸很吵，诶，全部都在门的后面。哦，子弹可以穿墙吗？哦，真的可以爆头，哎！哦，这样也可以。那我试试看这个。哈哈哈，应该炸死不少只啊！再一次，嗯，啊，破！哇，燃烧起来了那个墙。哈，不管了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任务。哎。我好像可以设定他们的那个攻击模式，按这个 combat， 就是他们可以主动去攻击这个敌人。OK， 这样子他们就会射击他们了。啊，另外一个嘞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跟着我走吧。等一下，另外两个人过不来了。因为要我帮他们一下就对了。哦，好 ，OK 的，我来帮你们，走。OK， 我们来穿过这个小地方，这是什么入口处的地方吗？哦，入口处，哎，好，跟着我走，跟我走，
Follow me. 有僵尸。啊，果然要设定他们，不然他们都不会攻击。另外一个人卡住了，你还好吗？需要帮忙吗？哇，那他狙击枪哎，重狙哎，好，看来要帮忙你了。你在这里，这样你就不会一直卡在边边了。走吧，兄弟们，我们继续前往我们的目的地。哇，这边僵尸。哦。对，如果我开火的话，他们就主动攻击哦。狙击枪，连狙的，好强哦！哇，刚刚这个场景啊，好像太亮一点，我是不是要再调暗一点点？这样比较有 feel 啊！好，我调暗一点点。现在是下午6点钟，然后我再把那个灯光关掉，把那个电源关掉。OK， 然后摩天轮就没有那个灯了，这样比较接近真实吧。如果要增加那个紧张感的话，就把枪换成近战武器。不过这一集应该是搜寻生存者，所以我们这个小队啊，还是要继续前进，所以还是要有枪。OK， 所以我们前进吧。Follow me， 兄弟们。哇，这个地方非常的荒凉啊！哦，这个僵尸人想要过来，来帮你。顺便记录一下。哦，因为有一台车耶，那车可以开吗？来，前进哦！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是招牌吗？哦，这边还有跑车哎！哦，杂草丛生呢。哎，怎么走啊？哦，有泡水车哎，还有一堆士兵在这个下面，要过来。哦，我来捡一下哦，踩到那泥巴里面，好难走、哦。兄弟们，僵尸来了，保护我！哎、欸，啊人呢？人呢？哇嘞！我去找他们一下好了，他们该不会又卡住了吧？兄弟们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别告诉我你不会过桥啊！不会过桥，真的假的啊？太好笑了吧你们！好，那走下面，走下面，行不行啊 ？Come on, man. OK， 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哦，你刚才乱，你走开啊！哦，僵尸在对面，好多、哦！天哪，好多僵尸！快点，兄弟，兄弟，快点过来 ！OK， 我们需要前进了。看来那些僵尸会追上我们的，快扫射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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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一晚上的僵尸会用跑的，我们快点把他们干掉！哇，哇塞，还有超级神影，居然可以跳那么高啊！哦，好多僵尸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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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成蜂窝了！哇塞，僵尸也太多了吧！好了，掩护我一下，我捡一下物资啊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什么？有僵尸跑过来了，你没有看好他？
啊，我换个弹夹 ，reload， 走开啊你！哇、哦，这个僵尸会走在水里面哎，我的戏啦！爆头！喂，你们也太不会守护我一下吗？哈哈，他在抽蓄啊！继续啊！天哪！好了好了，兄弟，我们继续前进了，已经收集很多物资了。哦，哎，你还活着，我来帮你。啊，前进前进，再不走要天黑了，赶快走赶快走 ，Let's go。喂，啊你们呢？跟上，跟上，跟上啊！啊，天黑了啊，跟上，跟上。哦，看来我要帮你们一下了。先把这个栅栏移开。啊，谁过来了 ？OK。另外一个嘞，过去。还有一个 ，OK。好，走，快点走，快走，要天黑了，赶快走啦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泡水车？啊、泡水车应该还可以修一下，可以吗？啊，我没有武器啊，没有扳手，没有扳手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来吧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小屋哎、欸，小屋哦。啊，我是不是没有改到什么东西啊？它可以跳好高哦。哎、欸，这个房子进不去啊。哎、欸，有人在里面吗？哎、欸，没人回应我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這售票口，这有东西可以拿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卖他的东西啊？哎、欸，这有洋芋片可以吃哎、欸，洋芋片可以拿吗？不行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哪里有叫声？兄弟们，僵尸来了，快走啊！哦，哪里有叫声？天哪、啊，这也太多了啊！你们在那边看着我被僵尸咬就对了。开枪！开火啊！开火！喂喂喂喂，你们几个，喂，真的不合群哦！你们不要叫好不好？你们真的很吵，我来扫射一下你们。还好你们上不来啊，真是。我去找我的队友好了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攻击呀、啊！攻击！扫射！扫射啊！哇、哦！好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打你哦，我跟你说。听到没有？我不会扫射一下的。哦，这样我很辛苦哎、欸。好，我们赶快走 ，Let's go， 快走！啊，太可怕了！哎、欸，将要走回去原来的地方了。这个沼泽地区，不让人家迷惑，完全不知道路怎么走了。快点！僵尸又来了！哇嘞，你们！一定，你们连那个过河都不会过吗？快点帮我打一下僵尸吧！哪里来的？哪里的叫声 ？OK， 没有了。天哪、啊，我的饥饿度已经过半了啦！那我们绕过去好了。既然你们不能走水路的话，
不行啊，可是这样子，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啊，你们还是要过来啊。那么，我只能再帮你们一下了，不然这个任务没有你们我过不去啊。好，先过这边，后面有僵尸追过来啦，僵尸啊，搞事，交给你们了，我要先跑了。哎，这边有个水路，所以你们过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不，你们过不来啦。好了，再把你们抓过来。这个地图真的不太好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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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赶快走。冰罩哦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哦。天黑，天黑，还好，沿路没什么僵尸啊。哎，前面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有台车哎，这台车可以用吗？啊，它的引擎已经泡在水里面了啦。哦，前面好像有很多那种。Trailer 就是那个箱型车，可是我们又不能走水路，我们只能绕过去了。好，我们绕过去看看。哇，这个泥巴很难走哎，脚都陷进去了。哎，这样，僵尸，开射，开射，开火，开射都出来了，应该是开火了。哇，这太多了，数量太惊人了，射击啊！开火！前进啊！推进推进！哇，被什么东西给剪下了？搜刮一下身上的财物。哎，5块钱美金！哦，快多杀几个，让我累积100块美金。太多了，它其实就是资源吧。哦，换一个小型机枪好了，射速比较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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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天黑了啦，你们不要再射了，快走！我来掩护你们，快走！僵尸又醒来了。哦。兄弟们，掩护一下，掩护一下！近战，不是近距，第一人称射击。我来掩护你，冲啊，兄弟们！来捡一下东西。丢了，大战！哦。后面都有追兵啊，哦，僵尸都走过来了。哦，哎，前面有个小房子，哎，可以过去吗？哇，你们老神在后面一堆僵尸，哎，射他们啊！看看，僵尸打了。Fire in the hole! Fire in the hole! 哦，哎，哦，炸自己兄弟，哇咧，燃烧了，燃烧了！哦，天哪，好多僵尸，僵尸，僵尸啊，僵尸啊，不要投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好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快跑啊，快跑！哎，我们到达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有什么？好的，哦，天哪，我们现在，这是什么伐木场？哎，这个伐木场在干嘛？哎，这个伐木场附近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里有个门哎，出不去了，
哎，我们被困住了，这是一个人家吧？我不确定哎，这个伐木场可以干嘛的？啊，不管，总之目前没有被僵尸包围，所以我们继续的前进吧。这个沼泽也太大了，一个大房子哎，快跳过去，看一下这有后面有什么东西？后面有什么？哎，这里没有生存者，生存者可以救啊！哎呀，这个地方完全不能走啊！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哎，有僵尸过来了，干掉他！好，我拿近战了，拿近战了，好。前面有个桥哎，还有车子哦，这样子有船可以坐吗？靠近一下，应该有船可以坐吧？哎，有哎，有船哎，我上船一下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上来吗？不行，拜托，求你了，你上来吧。看来还是要帮你们上来一下，应该可以吧？好，这样你就可以坐。好，这样子嘞，看来你们只能站在上面了。好了，开船喽！哎，你们要干嘛？不要掉下去喽！掉下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了。哎，所以怎么出去啊？哇、哦！僵尸来，僵尸来了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木头，好诡异的木头啊！哦，哇塞！我以为是人在上面呢，好诡异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哎、欸，我要撞到树了，撞到树了！哎、欸，前面有，好像有人在耶。我们靠近一下，是谁啊？有个人在拿望远镜。哎，好像生存者哎。哎，我们好像找到他们了。我们下来看一下。哦，居然这样停车的啦！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车，下车喽 ！Follow me， 跟着我走。哦。真的耶，生存者，哎，女士你好吗？哎、欸，哦，这里还蛮多人的嘛，啊，把这边围起来了，僵尸就过不来了嘛，好厉害！僵尸还是会发出叫声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在这边过夜。哎、欸，这两个是什么？哇、哦！这个人在那边抽烟，老神在在的。哦，完全不担心有僵尸跑进来。嗨，老兄，在看什么？这个墙壁，打他，打他啦！哦，进来了啦，打他啦！进来了啦！打他啦！喂，帮忙下好不好？僵尸都跑进来了，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安全啊！诶、欸，你们在烧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木材吗？哦，那你们都吃什么啊？老兄别再看啊，到处都是僵尸啊！老兄。你还好吗？哎、欸，不能攻击啊，好吧。好啦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在这边过夜了，只能这样。我们先睡了茅房，这是哪里？这是茅房吗？哎、欸，有个小床哎、欸。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